这个球点了，投手下球之后转身传二垒，再往一垒传，结果是一个 double play。哇，二垒手这边判定是出局，结果反倒是由投手林玉清啊策动了一个双杀 double play。精彩，林玉清这个守备真的精彩。哇，再来看一次。这个球黄浩然也点得太强劲了，接到球我们看到林玉清他根本连想都没想就直接传给游击手王胜伟了，而且回传的王胜伟速度也够快啊。再来看一下黄浩然，这个球经过点完之后林玉清策动双杀。